这个不好说。但是我看很多东西还是会有感触，就是刷抖音刷着刷着都会，就是看刷一些猫猫狗狗啊那种。我出戏是不是很快？哎呀，这说到点上了，这入戏入的时间得入几个小时，出戏就是一秒钟就出了。我拍完这场戏，我立刻就瞬间就是一个出戏。哦，那会，因为我对手如果哭了的话，我会就是感触的会很深。但是有的时候那种情绪戏演完了，还有的那个我演完了不出，我没有出戏的状态吧，我想就是话少的时候，就我平时如果一场平时就是欢乐的那种戏，那下了戏就是正常对话的一场戏的话，弄完了我下来我就是就嬉皮笑脸的了，就搞笑。但有的比较沉的戏的话，就是下来了之后我可能会就一小会儿，也就一小会儿，然后我不咋说话，就闭麦了，就安安静静的那种，也不会就是那种叫什么呢，一直走不出来那种。实话讲就是这样。我有一部带播戏，那一次没走得出来，但是那一次我为了让自己，就是那个真的很搞笑。当时我当时拍完了那场，因为我很喜欢那一段的词儿。等那一期播了，我告诉你们是哪个。然后我转过身把那段词说完了之后，然后反正我倒过去了，倒过去了之后，然后就死了嘛。然后死了之后，我出去我就赶紧去看搞笑视频，因为我就觉得怎么回事，怎么好难受，好难受。然后我那个当时小助理过来给我拿茶，我不要，你有没有搞笑的视频啊？你们搞笑视频，把手机给我，这一点都不搞笑，我操，搞笑视频，怎么这个也笑不起来？我是这样的，就内心很难受。就我想，就止住这样的情绪，不要自己这么难受了。就现场。在工作的时候你需要赶紧走出来进入到下一段戏的情绪了，要紧接着要拍下一场戏了，你这段戏半天走不出来干啥呢？我想不行赶紧走出来，然后就赶紧说搞笑视频有没有，搜了之后半天就刷哪个都觉得不搞笑。对，然后他们还可有点心疼，我说光什么装的，我看着搞笑视频我在这半天笑不出来，其实也没过多少，反正过过就好了嘛，好了就正常拍下一段戏了。刷自己的搞笑视频，我自己搞笑吗？这小胖子也不黑，咱这上面有光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所以就是演员上镜真的得涂白一点，没唬你们，当时我手应该也打点，看着就是细皮嫩肉的了。跟我脸就是一个颜色，嗓子怎么哑？嗓子怎么哑的？我嗓子也没哑。回头我一下啊！我看看那个，看个消息，来活了，怎么那么聪明呢？目瞪口呆，我自己评论的我咋不记得，我观察的还是很细致吧。我想看那个视频，我就跟左一说，我说一，我说太会剪了，我说就是手吧，他能不能就是美化一下呀，处理不了，有点难，这个难处理，算了吧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快乐也是我的荣幸，所以我干脆评论了，我还怕你们发现不了呢，就评论一下，你们看到能博得你们一笑就是我的荣幸。工资你不来发，那真的是说不过去了。
放心放心，我们明天出工很晚的，明天很晚。叔叔，你们觉得我胖了吗？天哪，你们的嘴巴跟抹了蜜一样。我想胖还是想瘦？我想骨瘦如柴。以至于爱上了好几个不该爱的。你不该爱的怎么？你们有故事？这体重没去关注他。推，我跟琪琪那个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多久上，但是应该快了吧？据粉丝宝宝们的消息来说，应该是快吧。你可以在粉丝群里打听打听。那里说不定有一手消息。好喜欢四总妈妈，也可好玩了。当时就是我身上长那个叫什么，长那个那个是什么东西。也是湿疹，好像是那个时候嗡的那个湿疹，当时我脖子就是都容易起。当时我四总妈妈，就是我演我妈妈那个老师，就给了我她当时的一个产品，就是去那个湿疹那个膏的那个，还挺好用的。就是老熬夜，他就容易起，所以你们不能熬夜呀、啊！都几点了，你们不去睡觉？这个绿色的皮儿，这么大个皮儿，这样转开的。你们为啥不睡？因为你们在外面嗨，这不放假了吗？是吧？周五了。本来今天是去吃那个，我想吃那个自助的，吃那个自助的涮肉的，但是要排队。然后我就看排队嘛，我想这是人挺多，我就要不排排吧，反正还能撑一会儿。结果一去，人家不给我号了。
然后我就换了另外一家自助餐厅吃。是不是有东北人？好像有吧，就是来自咱们全，就是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。谢谢林姨。我想的应该吃回本了，吃回本，吃不回本。对呀，这两天可以吃点吃好吃的，在这边。在抓在咋收成这个样子，这不在涨吗？七个，你有七个老公，你也拍戏。没有标准的川渝味，我是哪儿的，全国各地的美食我都能吃。我吃生鱼片了今天。哦，只是我没咋蘸芥末，我就蘸了点酱油。好吃吗？还行。它是偏，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，它得挑那种肥一点的，就是感觉那个白色条条多一点的那种地方，我感觉好吃一点。我会选择雪蛤吃，拍《追爱》的时候就吃了雪蛤，那个叫雪蛤吗？你说雪蛤是青蛙吗？我当时吃了一个像贝壳一样的东西，红红的，他们说那个也叫雪蛤。二加七了吗？最近没二加七，也没八加一。这次咋子？我透图吗？我索性我自己把当天人家给我做的妆，我全给他发了，人家会不会气死啊？得过几天发吧。啥好吃？那东西能吃？我吃方向盘好了。 OK 因为上次拍那个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，这次的话应该会有那个小助理可以帮我拍拍花絮吧。有不吃的东西吗？反正不挑食，嗯，反正不咋挑食。辣的我吃，我咋不能说可能吃辣？哪家杂志？杂志？你说的是哪一天的？哪？嗯，这记不到名了。不辣不欢，
有点发疯，那有点，那当然，我故意剃出来的，这是造型需要。回来吃豌豆颠，我好想吃豌豆颠，我发现那些外地都是没得豌豆颠。最近生病了不能吃辣的，生病了就好得好好养着，这都这个点了还不睡。真的吗？你们觉得我哥很野吗？好像是啊。这不叫野吗？这叫，它叫有沉浸下去的一种情感吧。那我换一换吧。拔烂坡上的新鲜，咱不是干那个活的呀，你不能突然让我唱，我直接开麦唱，这不吓到大家吗？大半夜的，我那直播间就是我跳舞，我跟那做法一样，等一下别人举报把我给抓了，真的，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。我不困吗？我一般都是早上八点睡觉。又蹲着，是，我这不是蹲着好不好？我这是叫什么？它下面椅子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椅子它是有一个那个的，它有个这个叫什么踩的，我就把它踩下的。它不是那个，不是蹲着。你们怎么发现我很喜欢蹲着呢？你们其实真不喜欢蹲着吗？我一般在现场就是旁边有椅子，我可能都不会坐。我觉得蹲着很舒服，觉得肚子也暖暖的，心里也暖暖的。腿会麻？不会啊。你蹲着嘛，你不能骑太快，还有就是不能饿着的时候蹲太久，就容易晕。
蹲着容易放。这个嘛，我觉得就你就是放呗，那个它乃人生之气，你就得呼啸而出，你得放，憋着对自己也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你就放了咋地？你放了不承认不就行了？又不违法，对不对？你放呗。说话，你没开麦吧？我一直在说话，怎么会没说话呢？新进来的宝子们，可以左上角点关注上灯牌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。没有没有，你就要看到我在直播的时候，我现在就是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直播。可能我表面看起来没有那种嬉皮笑脸，但是其实我内心非常喜悦。要是不开心，谁还直播呀？肯定就自己就偷偷在被窝里生闷气了。但我就是觉得我嗓子有点说不出话。我不要明天去了品牌直播间，到时候变哑了，变成那个。就那个谁，那可就完蛋了，那真死定了。完犊子了，这完犊子了，我觉得会成为笑柄。但是肯定很好玩。那也不能让人家自己一个人努力啊。假柑橘并没骗。不知道，明天的妆造哈，那个新的那个服装我还没看着。恋爱都没谈，哪来试恋之说？但是我在我的剧里，我可以体验思念。但是我在我的剧里，我可以体验失恋。我恋爱了吗？就是属于一个在剧里面啊、就是在那场戏，他说三二一开机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瞬间恋爱上头。要不要抱枕背下？不要，我明天要这样，就是一个挺直腰板，我要全程这样。送主播，主播操纵了，游不过来。
那您的那个，你把钱你得好好存起来，你得对自己好点。我这个我还不想被送出去呢，我还得那个工作几年，我得好好工作，我得就是我家里还有我的家人，我还有我的长辈，我得养着他们，我得好好工作，我还不能被送出去。那个多少份我还不知道呢，现在还具体在哪儿我也真不知道，但是他人家就在浙江，综艺还没定呢，定不下来呗。剩余电量15%，电量低。人家定了肯定会告诉你们的，我都会告诉你的。我充电好吗？我就不给他充电，我气死他。我跟你讲，最后这10%的电量，他老能用了这个，他可以用很久。充一下。哎，我这次拍戏我又中奖了，又中彩票了。嘿嘿，那不是哈曼，但是我的是国产的。20，怎么又放到失落的了？我这不是放嗨歌吗？我这是以貌附体吗？那为什么我一搜什么都是什么抖音爆火以貌歌曲、以貌说唱？他是只给我推这个吗？伤感以貌。浪漫情歌，让我看一下，伤感韩语伤感，看一下浪漫说唱的这个应该，啊，这个调调可以，听过吗？是啊，我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时候就喜欢听一些这种很沉，就是沉下去的歌。可能我这个人有点奇奇怪怪，我自己下播了之后，我就会放一些偏寂寞的歌，然后在房间就这样，我就原地就在椅子上这样躺着，然后在那刷刷手机。对，就是放空，就放空好爽。我以前就是反正运动的时候，就是以前健身嘛，我只要做那种重复动作的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放空。而且我感觉放空其实有怎么说，有时候也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吧，但是我确实一放空，有时候确实会放空好久。为了你我可以实现花一夜，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。
我一会儿放空的时候放放着，人家消息都没给人回，特别得罪人。消息谁打的呀？我妈给我打的。不是谁一直给我打，疯狂打。我妈给我打了，打了之后给我发消息：“快睡吧，你说话都打结巴了。”赶紧睡吧，思想都已经错乱了。我都一直都是这个状态。回来我教你化妆。我给你化个美美的妆，然后给你做成那种美妆博主，或者化个妆，到时候你也开个账号。我说是哪个，就是这么荒谬，就是一直在弹那个电话消息，因为消息它是弹一下，那个电话它是一直在上面弄那个弹窗。肯定会看我直播呀，他特别关注我，毕竟是亲生儿子。下麦。我嘴巴也没有这么丰满吧。我唇膏在这里，可给他开心坏了。看我气色是不是好了一些。我总是感觉小心翼翼，害怕某个细节让你伤心，打开尘封的相机，特别的想你，心里被你装满装满备，以后的时间不会被浪费，我会做到最好，提高你的出场费。你发脾气时候让我感觉特狼狈，我发誓我会变得更好，不会再和我浪费。敷的挺少的。你们平时喜欢敷面膜那些吗？这我一般就是脸上就是起皮了什么时候我会敷。那有时候拍摄的时候呢，晚上太晚了回去，我就觉得拍摄太晚了，除了我状态特别，那天皮肤特别不好，那我就会用那个来急救一下，不然的话我就还是不敷，就赶紧洗个脸抹个霜然后就睡了。
就赶紧躺下吧，也不一定说赶紧睡了，有时候还拿着手机玩两下。还没用完，可以给身边的朋友也试试。妈妈，为啥？我也不需要再冷弯都不随。拍戏的时候妆是不是很厚？不能很厚，因为拍戏的时候你就是得反而得弄薄一点，因为很厚它就会有粉感。那个特别是当一些强逆光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粉感在你脸上打出来就是怎么说呢，不通透，就很像腻子一样。而有时候又不能开那种磨皮啥的，它要那种轻薄通透，然后还要有一丝丝脸上还有时候拍逆光得带着一些绒毛感的那种，就是比较自然。但比如我长痘的话，它得用遮瑕膏，就我脸上有挺多那种痘印的，就这个地方，下面这个地方之前长那疱疹扣的，它那个就得用遮瑕膏再叠一下。泡好了呀，泡不痛，它就是好了之后留个黑印儿。面膜纸就是拍例行的时候买的。我清晰的记得我当时就是拍例行的时候买的那个不透气的面膜纸，我说我要拿来用一用，结果直接拍完例行把它放在了酒店拿掉了，我拆都还没有拆开过，气死我了。真的是气死我了，咋又丢东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吹风机它现在也掉了，吹风机也掉了，充电宝也掉了。哎呀，我的个天！我出来拍过戏啊，真的是什么东西一无所有。我前天拍戏的时候在酒店。那可给我吓坏了，那天跟你讲我这来劲儿了，真给我吓惨了，吓得可不行。那天我吹头发，我还没完全吹干，我吹着，然后他那个吹风机嘣，他不吹了。哼，我就说烂货，然后我就该放那儿，哎呀，还是自己的，果然还是自己的好用。然后我就趴着玩手机，玩困了，然后我就趴在那儿就睡着了。不是，当时半晕不晕，迷迷糊糊，当时感觉都已经在做梦了，但是当时忘了做的什么，反正感觉有点恐怖的吧，还是怎么的，反正是做梦了。然后那个吹风机它自动好了，轰一下就开始吹，我感觉我就一下从床上都要飞起来了。对，就是没关电，我就放在那儿了。中位子，我最近好像也刷到了那个，我开始就刷到了，就刷到了。现在有些东西就是有点让我难理解，我当时都没理解到那个，我也是什么很恐怖的东西。
吧。我面膜还挺多的，啥祛痘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，然后最什么胶原蛋白面膜也买了的，就放在箱子里。前段时间长痘嘛，最近用的就是大部分是那个绿色的牌子，我都忘了叫啥来着。今天是一个下午才出工。我要睡了，我要有一个好的状态了，我要睡了。我现在其实我就是炯炯有神的，干嘛睁大眼？没有睁大眼睛，就是很有精神。现在虽然我现在活力满满，但是我要睡了。家人们，你们也得睡，不然的话你们容易像我一样长线圈的。周末，但是你们也要早睡早起，你们不要就是等到那个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再回想起来后悔，然后说自己周末没好好睡觉，没休息好，这两天就得把觉补足了。明天见。远在花西子的淄博见。今晚见。